我们来这个怎么叫尤利啊？还是尤乐？好，我们要吃 ice cream。刚才我想要在上面吃，而且我又不喜欢麦当劳的冰淇淋。我们两杯，我是 plan 的，好吗？他看他要放什么，你尽量放。他喜欢什么？弟弟要吃什么 ice cream 吗？因为他有阿邦巴勒啊，你看有阿邦巴勒 topping。哎，没有我拿阿邦巴勒了，我拿阿邦巴勒哈。哈？不用 con， 我也不要 con 哈。你就放那一个花生那些，我就喜欢那个。耶！它还有这边有很多口味，有 Ibiza、cons、bubble waffle。好了，我们就要吃。弟弟先呢？你看你要什么？你要加什么料？你有吃过吗？这里？OK， 他很好奇啊。你跟他讲，那你跟姐姐讲你要什么？我们来吃冰淇淋了，啊！你要什么？红色的那个。嗯。咦，好像一蛋呢，好像单蛋那样。哇，然后还有呢？随便你要加什么，还可以加几样啊？两样啊，拿到一样来，快点呢！快点想，还是你要酱？随便指吗？你不会你就指。我要。这个是什么东西啊？我要那个粉色的，看旁边。嗯，他喜欢就给他吧，他很好奇心。原来他喜欢这样的东西。好吧，今天是要疼他的日子。他姐姐已经被疼了，现在轮到他。他平常就很乖，可是我会还钱的，他才他蛮可以。我们先叫先。OK， 拿吧拿吧，我试一下阿邦巴勒的，你不用还我会还。OK，Enjoy、okay, 吧，你拿在手上。哦，这个是你的小弟弟的哈。我去看看衣服了，妹妹还是坐在外面等我，她不喜欢换衣服，但是我却很喜欢。难得休息啊，休息，来去看一下衣服吧。我想找裙啊，或者是裤子之类的，或者是。衣服就看一看，这个有点性感，谁这么坏把他喝的茶杯就丢那边就走人了？看一下有什么新品，这裙要穿外套会比较麻烦，我喜欢比较容易的一次性，人家穿进去然后就可以直接出门的那一种。太花了，我比较挑剔哈。我喜欢棉的布料，因为棉的马来西亚很热，所以吸汗你总是需要棉的布料。I like it cottony, fabric, but not too flowery. 我曾经有买过这样啊，结果就是丢在橱内没有穿 ，because it's too flowery. It is too. This is nice, tiny flowers. 漂亮一下，不过这边的是我的。穿了肚子会很像很大，然后又很像大肚婆 ，I'd be like a pregnant woman if I wear like that with flowery design. Sure, I like natural plants or anything natural is good. 来过，我现在很多衣服要慢慢看，带着我妹儿子比较不方便的，她不喜欢看太多衣服之类的，她会失去耐性坐在那一边。又不是买他的衣服，所以刚才先请他吃冰淇淋，先让他冷静冷静。他没有看到我自己喜欢的，我觉得太花了，去看一些比较简单的工作的衣服吧。没有我喜欢的 ，It's nothing that I really like. White.Just exercise after having sugary food. 吃了 ice cream 后还是要走一走的。想要找一些紫色 purple color, or green or yellow is fine, or pink is fine. I think I like purpley color. I don't see any design that I like. I'm gonna go. 我带我妹孩子来剪头发。今天我们去 Allen 呢，来啦，带她去剪头发。因为晚这很迟了，她才有开。OK， 一般的剪哈，35-40，看男还是女的。
都有华语字。好，我们要带他剪一剪呢，看一下有人吗？对，我拍一下视频，好像有人哈。我们坐着等他剪头发呢，看他在这边剪啊。OK， 这是谁跟他剪？是华人吗？不着急，那不是华人也是 OK。还是很多人啊，他剪头发太难。我拍一个视频，但旁边这边要剪短呢。你在这边看，我等下去书店看。好，他来了，小姐来了。我头发好像有点油，你换位置哈啊，拿一个一本杂志看吧。没有，我看。我看不快嘛哈，他修短发哈，旁边修短，然后这边剪一剪，啊，一号把帮他剃，然后慢慢中间这边哈，比较帅一点的。好了，我把他交代给这位理发师了。OK， 加油吧，我等下倒回来载你。下午好，我到书店找小朋友的书，要去买他的科学，这叫 science 啊，是初三的。除了教英文也有教科学 science， I teach science as well beside English and then I can teach science in 用马来文或者是用英文教我都行。这是双语，你可以看到 DV Bahasa 这边的考试初三是叫 ULSA， 所以我就要去买三本。这是单课的，一课单元的课程要给他做，我买了差不多五本，这边等下我去拿去还钱。所以自己可以看这里教又都用马来文吧，丁嘎丹丁嘎是初三的。然后马来文书，这是 Jara 是历史书。我很多时间都花在书店找书，帮小朋友们找书，因为我开补习中心嘛，所以呢都要帮小朋友看最新的书或者是最新出的。这里就有小学的咯，有华语字的季度华小畅销书。每个星期五我都会两个小时，四到六点都是教科学，所以明天我就要上课了。所以我拿好了这几本书，这个通常是初一初二初三的书，你看这么厚，小朋友要学这些科学，所以我已经选好了五本。从刚才等我妹孩子剪头发，我就在这里选书，选好了现在要拿去还钱。我去看看衣服了，妹妹还是坐在外面等我，还不喜欢换衣服，但是我却很喜欢。难得休息啊，休息，来去看一些衣服吧。我想找裙啊或者是裤子之类的，或者是衣服，就看一看。这个有点性感，谁这么坏把他喝的茶杯就丢那边就走人了。我看一下有什么新品，这裙要穿外套会比较麻烦，我喜欢比较容易的一次性人家穿进去，然后就可以直接出门的那一种。太花了，我比较挑剔哈。我喜欢棉的布料，因为棉的马来西亚很热，所以吸汗你总是需要棉的布料。 I like it cottony fabric，But not too flowery。 我曾经有买过这样啊，结果就是丢在橱内没有穿。 Because it's too flowery, it is too... This is nice, tiny flowers. 漂亮一下，不过这边的等下我的穿了肚子会很像很大，然后又很像大肚婆。 It'd be like a pregnant woman if I wear like that with flowery design. Shop. I like natural plants orAnything natural is good. 来购物，这很多衣服要慢慢看，带走妹儿子比较不方便的，他不喜欢看太多衣服之类的，他会失去耐性坐在那一边。又不是买他的衣服，所以刚才先请他吃冰淇淋，先让他冷静冷静。他没有看到我自己喜欢的，我觉得太花了，去看一些比较简单的工作的衣服吧。没有我喜欢的 ，It's nothing that I really like. White. Just exercise after having sugary food. 吃了 ice cream 后还是要走一走的。想要找一些紫色 purple color.
or green or yellow is fine, or pink is fine. I think I like purpley color. I don't see any design that I like. I'm gonna go.